这儿开始到这儿结束，整体都是织正针的，两间也都是织正针的啊。织够十厘米之后，我们要给它改织反针，反针啊，有地方叫上针啊。反针这一部分我们要给它织七厘米，也就是说十厘米完成，再完成一个七厘米，大致我们这十八次针也就加完了，理解了吗？啊，就说哎呦，这个真简单，我就学会插尖了。别着急，最华彩的部分现在才刚刚开始，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加够十八次针了，好，你现在的针数已经足够织成两个袖子和一个正身了，别忘了腋下你还要在这位置啊再增加针数。换句话说啊，你现在的整体的前后的针数啊，前后片的针数，实际上你加完了这二十啊，加完这十八次之后，你的针数我看一共是多少了啊，你是六十九针，看你前后片各已经加至六十九针了，总针数啊，前片总针数和后片总针数，别忘了不能将这两个六十九合在一圈直接就织正身了，还远远不可以，为什么？这样腋下会不舒服，所以这时候前片六十九后片六十九不是一个简单的将它俩合成在一起，而是怎样在前片和后片的中间，我们要给它怎样，要各平加八针，这平加的八针是绕上的八针啊，理解了吗？这儿加八针，这儿加八针，两个八一共十六，注意现在要合圈了，这正身八针，前片的六十九，另外一侧腋下的八针，后背片我刚刚塞到后边的这个六十九，好，整个的一个大圈，这才是真正的你正身的总的针数，合在一起你应该刚好是一百五十四针。好，一百五十四针环形向下编织，这是什么花纹？就是织正针和反针的交替组合啊。反针部分我们织七厘米，正针部分织三厘米，三厘米和七厘米如此交替，它形成一个格子的形状，理解了吗？你看它这是陷进去的，这又出来了，这是反针，陷进去的都是正针，正针织三厘米啊。好，一百五十四针按照刚刚给大家说的规律，我们环形的一路向下，一路向下，一路向下啊，这一百五十四针环形织，环形织，这多高呢？四十五厘米，从哪儿算的呢？腋下，你第一次腋下合成一百五十四针大圈的时候，向下一共是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四十五厘米。好了，然后你怎样给它直接收平边就可以，要松手啊，不能紧，由于针数很多，所以你这个直接收个平边没问题，不会影响主题，看到了吗？然后你收机器边啊，这地儿可就乱了，再加上我们针数又多，再加上它又是反针结束的，所以没问题，会很好看，非常经典的一款啊，你什么时候穿都不过时的一件衣服，而且很低调，对不对？好，正身完成了，该到两个袖子了，也就是说我们随着之前啊，我们在织正身的时候，我们是取前后片的针数合在一起织的正身，对吗？但是我们袖子就略不同了，袖子不用取前后片，为什么？因为你加出针来以后，它是从这头到这头的，对不对？整个一片是你的袖子啊，经过这样的加针，你的袖子的总的针数，原来你是十，对不对？原来是十针，然后呢你经过两侧的加针，然后再加上你的金啊，有同学可能会问这小问题，那我这两针怎么办呀？当然好办了，这两针给正身一针，给袖子一针，不就行了吗？啊，这样分别给他们把它分过来啊。也就是说这时候你的袖子加完针的总的针数应该是多少了啊？四十八针。看，袖子总针数啊，加完了以后你一共是多少？四十八针了。好，这四十八针也不能直接合圈儿向下织袖子，你要做什么？还记得之前你在这儿加过一个八针，是你那个正身吗？
还记得对不对？好，你这个时候自然的，你不考虑这八针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打算合圈织的话，这正好有一个小边儿在这儿，它刚好和你正身在针套上的这些是平着的，在同一位置上。所以我们都不用动脑子就知道，哦，这八针应该是合在我袖子里边的，哈哈，非常巧妙啊，这才是最高兴的一个时候。所以这时候你的袖子是不需要加针的，不需要特意加针的，而是怎样？而是直接将正身你之前加过的这个八针的位置啊，它加完针以后它跟着向下走了，它就是形成一个小的边儿，对不对？把这个边儿，在这个边儿这儿挑出八针来，加上你的袖子加完针的这四十八针，好了，你刚好合成多少啊？56针。看，48加8，我就差写一个等号了，刚好等于56，对吗？好，你这时候将你的56针也织这样的花纹啊，按照正身的这个比例，这个规律来走啊。我们织什么？织7厘米的反针和3厘米的正针，如此重复，如此重复，向下一路这样完成啊。然后呢，一边编织一边在这位置啊，也叫袖腋处，我们要进行规律的减针。怎样的规律？我们需要每8行减一次针，一共减13次，看到了吗？啊，隔7行第8行减啊，你看按照这个规律，实际上每次减了2针啊，你所有针数减完应该少了26针才对。理解了吗？好，两侧啊都是这样走的，你看一直这样剪，一直这样剪，一直剪到哪儿啊？剪到这个位置，看到了吗？长度多少呢？45厘米。从你开始合圈织一直到完成，一共45厘米啊。最后你看它刚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小袖口这个位置，蛮有弹性，看到了吗？啊，袖口由于它完成之后呢，它会自然的向内侧卷。也加上袖口呢，我们有时候会往袖子撸袖子往上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这位置收成一个机器边也没问题，因为它会卷进里边，看到了吗？啊，这样你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贴合的一个袖子，并且极具弹性。好了，两个袖子相同的编织手法，这样你用最短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件衣服啊。你看整个教程我才讲了10多分钟，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很简洁，用不了太多的笔墨，也没有更多的花纹，一次性就能够完成它，少了很多很多环节。领子你不用挑，袖子你不用缝，而且是直接完成的，从领口往下啊，这样环形织的啊。当然了，如果有同学用其他颜色的线，纯色线，说我想织一些花纹，没问题。但要注意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花纹可能会形成倒栽葱的效果，哈哈。也就是说，你织某些花纹是没问题的，比如麻花，比如格子菱形啊，或者说那种散很细碎的那些小花纹，什么桂花针啊，这些都不受影响。但是有那种上下不同的花纹，比如小树结果针。这类的花纹啊，上下不一样的花纹，所以要考虑到可别织了一个倒栽葱啊。那种情况下，你要偏喜欢那个花纹，必须要从下向上织。好了，这一款精致的、经典的英式插肩织法的衣服的编织方法就介绍完了。相信大家看过这个教程之后，对所有的英式插肩织法都有了深刻的了解。如果喜欢这个教程，请点赞，非常感谢各位。